你怎么没完没了啊？当你把白鲸喜欢的玩具和不喜欢的玩具组合到一起，它会有什么反应呢？滚啊你，我撞死你。为什么今天他一直跟着我？再跟着老娘，我咬你，你还来？你怎么没完没了啊？老娘的忍耐是有限的。算了，今天就带着你一起玩吧。解释一下，我是故意气白鲸的。大白是最近不喜欢上黄飘的，之前一直都是这种组合。黄飘体积大，混不下去，白飘有误食风险，但是白鲸又很喜欢玩，所以组合起来